就是他把国中跟高中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感觉混搭在一起。对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胡夏的歌曲。想当年这首歌也是还蛮多朋友点的，男生比较喜欢点这首歌，女生就会比较喜欢点小幸运，还蛮妙的，就刚好很搭。好了，我们来回味一下，就是一起在大学宿舍做一些什么？不是高中的健康活动。有，譬如打打球啊，在操场上奔跑啊、呐喊啊，好不好的一些小时候的回忆。那些年，你们在我干什么事？